十号选手新北市蒋嘉丽，十号选手台南市谢云成，请准备。那坏人都有两个因素哦，好，除了马速度本来不是我标准以外，那他可能选手不会选择所谓转弯的幅度又在无限，他可能把它就连他速度，他可能把它缩短，把转弯就修在马这样子，这两个很双面性的。好，现在进场的是新北角市的蒋嘉颖选手，好，那前还是人际轻轻的啊，会啊非常可爱的一个选手，还是从小学就开始啊，同时也是一个主办单位，跑在前头，不要抓错人。来，时间不再好。十号是谢云成，奥登堡那边的肖东伟，不对，跟他进去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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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话，现在假定我们就不管会有掉一杆，然后就明显的慢慢的往前一个缩点，就是缩时间。前排第一，这个他的速度应该是还蛮快的哈。放你，就是看到后面放比较近哦，非常好哦。除了四 D 工业管理前，啊，这个也有算是的，哦，三，哦，也看到有两个在工作上工作。84秒51，果然时间非常快，蒋嘉颖那个时间84秒51，时间已经扣点，正在扣8点，回去扣8点。